要搭监视灭镜龙。力战的。对啊，力战的巨脚吧，啊，力战的大脚。来吧，大家就来打。等我结束啊。要结束什么？开台啊！为什么现在打？打你妈！打十六分钟打得完两只哦，一只水妖鸟，一只面信龙哦，对不对？嗯，有可能对不对？水妖鸟打十分钟，面信龙打六分钟就可以了。你水妖鸟打十分钟是不是？北拜，我好亮啊！他说他还想要光胎，那就送他光胎啊！他睡了，来送他光胎第二把，有另外一个大光胎，他没照了，是什么？会骗人的、喔，对啊，他会骗人啊！干什么？光胎想干什么？去旁边。别靠近我，别靠近我，真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到。我是不是一个会纠缠的男人？可以，不要学讲讲，没事就冲进来，好不好？水啦，射光胎！不要光胎！刀鸟可以撞哦。没有光胎咯，马咯，你怎么跑了？一点情绪都没有。真的不适合，我也会死缠不放。拜拜！可恶，我以为勾到了。哇，我刚刚真的是勾到了。可是他判定没有上去。他就判定我硬要跑啊。他是不是要去下面？没有啊，他会去那个啊，喝水。舔石头。步区也要大概花个两分钟吧，怎么可能打得完？还是等你关了再来打吧。打不啊？现在你关了要来打五个奖励的萤火龙呢，那个不打吗？打。还是我先打掉，这样就不会有烦恼了。打。可是他的习性跟毒妖鸟一样，可是他喷出来的水没有用啊。毒妖鸟不是吃什么果实，吃什么东西都会喷出什么东西吗？他就是喝水喷水吧。可是他刚刚在舔那个呢，棉那个什么会喷烟的草跟什么飞利果实吧，还是像什么种子？
哦，你说它的水没有扩散还是什么的效果是不是？对啊，啊还是是这样子，你看有冒烟。哎呦，说不定哦。好了，我才是喝水了，走吧。没法，快挂了。挂了。他在掰卡，你没看他飞在空中在掰卡？没有看到骷髅哎、欸。不是，他在掰卡哎、欸，他那个动作是掰卡。这里。水妖鸟链，哎、欸，烧鸟链加重量。不，炫鸟不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、欸。有，他不会来。快你的小小生物，小生物，小动物，小动物。对哈、哦。好了，你们别叫了，是我龙迪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没死。快呀、啊！啊！被他跑了。糟了。少一只。要删游戏了。猎人之耻。这不合格的猎人。这样放过他。最后就是把那个捕获鸣人给拔了，就拆掉了。就两件红装啊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你是改两件什么？明岩飞，两件都岩飞啊。嗯。然后一件就轰隆头改成黑轰头，手跟腰改那个外爸爸，胸跟脚改岩飞脚。好、啊，这样你就是四件岩飞套、啊。没有啊，身体跟、哦哦、胸跟脚是岩飞脚，其他三个是轰隆。对，啊头是黑轰。黑月恩恩，靠腰，你不是那黑月吧？小心魔物牙龙种换古龙种。好，我留着飞调查飞龙种给你。要升那个。喷射大剑要爆水龙天顶啊！看来我等下就去打爆水了。有什么问题？不喜欢打爆水啊，他好烦啊！好，强鼠。是啊，有金狮子的盾斧，干嘛做黑鹰盾斧啊？黑鹰盾斧看起来很烂。就玩具啊。哦。不是玩具啊，就拿买用来收藏啊。啊，就是收藏品啊，那先不做了。
也不知道自己巨魔之力可以升合计级，烦死了。什么叫升合计级？就是你有看我们稍早贴的那个吗？有啊有，我刚刚有看完啊。对啊，就是要狂打三星，危险度三的古龙啊。金那个啊，因为金那个点数才会多啊，你打一星也可以啊，只是大概就是打五六倍吧，就可能要打15000多只。嘿，啊，所以那个到了才会加一巨魔等级啊。设定有点烦，我以为是一般 MR 就好了。对，我以为。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现在可以用？就是不知道，刚刚在讲这件事啊。哦，赛亚人不能看吗？要等布马装出来啊。叫你们布马设计的勤奋一点好不好？哇！真的有鱼吗？猫一掌拍死了四只鱼，哎，好强哦！你的猫？对啊，我在旁边踩已经死掉的咬鱼，结果有四五只咬鱼围上来，我的猫一掌把它拍死。哇！这有点冲击那个画面，不会是 M V 的猫哎？拿什么武器啊？他就那个麻痹的铃兰。云南猫啊，笑死！这是上下位的差别，菜逼还想过来。结束游戏，好，晚点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为什么？下好，先关掉这边，然后麦块，然后上去频道，
我捡到两个字没听到啊。啊，里面有杰克哦。没事，我把你们的声音关起来。开了，开台了，好，我还在开麦快，你们开台了，麦快，所以你们开了，开好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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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开没的呀，我要等它开台灯亮呀，我开了。会开灯灯亮，他可以看一个啊，就是看这个啊，巴比没有，再一次，红灯红灯，等一下再再一次，我还没进去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哎，为什么是我？再一次，不是我，这第二次不是我打的，两次太多了，他刚刚好像停住了一下，第三次，他就是停住的，我觉得他有身份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村民，我阿基刚手上拿着书，你看阿基刚手上是拿什么东西啊？拐自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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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强行身份啊！哇塞，你就是自刀，自刀。哎呀，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啊？特殊。特殊的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想法啊，有没有想玩到什么东西？蜜蜂，想玩到蜜蜂，想玩叶妹，叶妹，叶妹，不然有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让大家会有叶妹吗？这有办法？好恐怖，脚下生叶妹吗？哇，踩着叶妹前进，所有的人的胯下都要爆炸，哇胯下又再炸一次吗？哎，有没有办法骑叶妹？骑叶妹，哇哦！哇哦！不然，你想干嘛？你要讲啥吗？你有什么欲言又止？我刚刚讲，我想了一下，不对，是不能讲。欲言又止，哎，你想要奇怪，又想要开车，你想干嘛？没有，车王是哈基，不是我。我想到你是第二名啊，你是第二名。嗯嗯。我跟第二名落差了95%，哇，代表你还有5%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啊啊，哼，那个体操奖，不然我去打，刚才可以想。那我们来跑得快，跳得高啊！好啊，跑得快，跳得高，跑得快，多快？跑得快，跳得高，跑得快，要多快？看你的车速多快，我们就多快。对，那应该是哇哇哇哇哇！不愧是车王，太快了，不行不行，要思考一件事情，要怎么走路啊？不是，你要打人都很难的，打不到人，蹲着打吧，蹲着打，太可怕了。五或死呢？五是多快啊？我的车速是不是？我车速好好好，缓速吗？是要变很慢是不是？没有，缓速没有，这不要。不准啦，这不准了。八级速度，六级跳跃会是怎样？八级速度哦，八级，你下啊。八级速度，八零级，八零，八零，八零级速，八级速度这样子，八级，可以，还可以行的呀。然后跳跃，六级跳跃，六级，我觉得会飞很高。哇，会不会摔死啊？啊！我们跳出去了，跳出去了，跳出去了。我们要缓降吗？感觉缓降不用吗？不用吗？哦，一点点呢。
会摔。反将没有一点点、啊，反将一满对不对？就这样子了。反将感觉变 low 了。反将没 feel。没 feel。没 feel。一点点抗性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八点六、啊，我飞出去了，白了，飞出去。还是青银鞋子啊？对，跳出去了。我在天上。青银皮革鞋嘞，八级速度，六级跳跃，八点六玩法。好哎、欸，八点六。可以啊，来啊！不小心跳入。好，还有人没进来吗？十一个轮，十一个轮，十一个轮，一个轮三四四四八九十十一四四三啊，嗯，四四三哦，好啊，哎呦，四三四四四三四四三。掉头颅哦，一开始搓圈哦，跳不起来了，好重，我们要跳，好重，好重，太，不能跳，鸟可以跳，嗯，这个画面好可爱哦，从顶头哎，那个的，跳不起来的吗？跳不起，跳不起来的感觉可以试试看，晚一点，晚一点，我们先来八点六主场，好，那进去他就要再给一下哦。好，八级速度，六级跳跃，嗨起来，随机分队，赶紧出去！哎呦，蓝队，那个蓝队，我们先打绿队啊，蓝队。红色下楼，下楼。好啦，你们只剩三个人，我们下去了，拜拜。下楼，小鱼来下去，又跳过头了。嗯，各种跳过头，可以啦，直接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就直接来下去了。好，来，随机物资箱，25个，金头颅，吃吃吃，吃吃吃。没问题，交给泱泱。嗯，靠你了，金头颅靠你了。你说有我自杀的部分吗？还是这个意思是指收集金头颅靠你了。我可以贡献我的头颅给你们。好吃，不是去打别人的头颅才回来吗？没有，贡献我觉得比较快啊。不，牺牲的部分。哎、欸，不会啊，不是，他误会了。25个随机箱。哎、欸，可是手上，对对对，他打了，没理他，没理他，好可怕哦！我想说我拿着别人头在打树啊。你可以放在地上啊，吓人。好了，我要去找食物资箱。哎、欸，莫非是铁镐？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找到箱子啦、啊！啊，物资箱。移动太快，我把木头又放出来了。跳起来那个好有障碍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刚不打了没有？你要给你，我被我吸到。我看到物资箱了，看到物资箱，赶快做那个斧头有没有？过去打。OK OK。我、哦、有铁了，有铁了，我九颗铁。哎、欸，我的合成胎。哎、欸，团，刚刚坏掉了。繁星有没有团团？他来了吗？我合成胎怪怪的、欸。怎么了？合成胎啊？我刚刚。我要合出木斧都合不出来，有合出来，合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回来！我看到八点六了。小雨，小雨，等一下，我先做盾牌。有没有斧头？有没有斧头？上台啊！碎！他还在躲。他飞下飞。团团人呢？哦，我被打了。团团人在打我。喂、哦！哇，这好难啊！哇，两队打起来了。哇，好乱啊！你们有盾牌，应该加油。我两队吧，三队吧。好，大家混战。好、哦，跳起来的时候其实会又慢，要小心。团团一下，团团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卡书法，没事。繁星后面呢、哦？好乱的、哦。繁星。喂、欸，没砍到。笑。哎，肚子也会很饿。哎、欸，太乱了吧？给、哦、我打不到。小雨。干嘛？哎呦！碎！捡头颅，有没有捡到？等一下。它是一本书。有了。有，可以血少都可以吃。这个喵哈，这边还有人吗？还有喵哈，喵哈，嘿，哎，我还没打到，呼呼，喂，没打到，喂，有，我打到一下，过来，喂，很小，好，别跑，猫你别跑，哇，跳很高，哎呀，摔到，
哪里啊？啊，往回跑，往回跑了，往回跑了。我包包包。喂，打回去啊！水桶，水桶。弹了，弹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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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是爽爽爽爽爽。哎，再回回来回来回来，我这里有铁锭可以做盾牌。啊，哎，头颅，大家有头颅吗？有，我有一个。哦、是是是，有几个头？有几个头？应该有四个头啊，还是有人吃、啊？我刚吃了一个。是是是是，所以我等下会降回去。所以要怎么是这个？吃酥，他酥就是点右键直接吃。现在先直接等。哦，酥就直接等遇到他们要打的时候再吃。等一下，我发盾牌，我发盾牌。好好好，云月也有头颅吧？先确认你们有几个头。有几个头？我有超多玩家头颅。吃的时候，吃的时候就确定我没有拿到那个、啊、四本头颅。有，我这里有一本，我这里有一本。这里有个喵哈的头头。啊，那给巧克力打。巧克力。我不要带喵哈的。那波波的给你，波波给你，我带喵哈的。好。来这边，这边。哎呦、欸喔，不是、啊，我上也是金头颅，金头颅那本书有拿到四个就好。有。好，走去找他们。找物资箱，找物资箱。哎，对，找物资箱。我走路还有障碍哦，我的妈！看到绿队就喊一下，要打架就吃头颅。好。好。看到物资箱。哇，一开始就开战啊！哎，我有灯光点。哦，九个可以做装，可以做装。要不要先做？要不要先做？做，做起来，做起来。我做个铁斧好像会快一点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这条物资箱。我冒冒。哎，我这什么没有用啊？寻找寻找寻找物资箱，小心不要那个哦，悬崖峡谷里哦，那就真的没救了。我、哦、这里有个大峡谷。哎，哦，羊肉，吃羊肉，吃羊羊，哈吃哈吃。嗯，我跑那么快，肚子会饿啊。啊，路上羊肉可以啦。路上有牛，牛，我要吃牛肉。哇，这么好！有了，只有羊肉吃，有牛肉吃，羊肉炉也是不错，好像也不错。哎呦，都没看到他们呢。没有，有看到蜜蜂哎，看到蜜蜂，那你要不要打？在哪里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们原本的地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晚一点，晚一点。没关系，我再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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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白天有枯工，为什么？洞穴里面出来的吗？应该。他守着一个物资箱。这里还有，哦，有铁有铁，不行，我还是要拿。哎呦，爽！等一下，我去跟蜜蜂玩。有六个铁，有六个铁。哎，啊，我帽子，我该不该先做帽帽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回阿尤，回阿尤。哎，有了蜜蜂呢？哦，蜂巢。我看到有人在跳。你们是不是打起来了？没有啊，在跳，我们没有打，有啊、只在跳而已。我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我树上这个？单纯在跳。树上，有看到，看到了。他们在对面，他们在河对面。好好，有上，有起来呀！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不是 啊，他们怎么会留受伤啊？摔倒啊？摔倒吧，我刚也摔倒。哎、啊欸，做个剪刀，你做个剪刀，做剪刀，来剪一下那个蜂窝。蜂窝，这里啊，蜂窝哦，可以直接捡哦。八点六，八点六，好可怕哦！好爽哦！还有一次，你看他屁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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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他咬，我给他咬，他是追我哎。啊，追你！我给他咬。什么？蜜蜂！直接打死！他们准备了。小雨在看嘛，所以一定要嗨起来。我让小雨死了三次。小雨难过。有三条命。哇，还不检举他、啊？他们人呢？看不到了。看到了。我这边有边界喽！哎、欸，在旁边啊！啊，你在哪？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他们没有盾，他们没有盾，在树上哦。我以为是队友。哈基，哈基，哈基长在树上，哈基长在树上。好好好。掉到水里了。好，掉到水里，掉到水里，他没有速度了。冰冰凉凉的，很好。什么？还有，还有。不是。哇！哈基，太痛了吧！我是水冰。
直接砍死啦！还剩两个，我刚刚跟我刚刚站同个树上，结果没发现是他。他就在旁边一个而已。你等一下可以吃那个、啊，你不是有头颅？要先吃吗？还是等一下？你可以吃了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都可以看你。那我先吃好了。好好好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五个。没看到他们呢、欸。没有、欸、啊。会不会是下？有没有可能下矿啊？有啊，可是因为在缩圈啊，下矿其实不好躲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看到了，在那边吗？我们刚刚那边在中央吗？对对对。呀、啊，我好像看到，在我这前面有人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确定了。好，你们看到我吗？有，有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他在那对面。有我们一排可以。嗯哼哼哼。鹰眼呢？我看到酱油了。是哦。酱油在哪里？看到 Jerry， 我先跳过去定位他们。你看，他们算是两个人有点分开。这一位是在我后方啊，酱油在前面，酱油好远哦、喔，在影院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影院后面。记得可以吃头颅。多谢，我来了影院。摔下去，摔下去，下去你们也摔、啊。影院在哪里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在树上，在树上。喂、欸、哇，爆了！我被暴击完，我头颅还没吃，我没想到。哇，吃吃吃吃吃，交给你。捡到了。可是我刚刚应该是跟他互打，所以他也受伤。他残血，他残血。那个有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两个上上上上他上他上他！有打到打到有打到，还剩一下还剩一下，所以在这里。哇！哇！太狂了！我还有、啊、还有一本书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再吃嘞。我没想到这里那个剁这么疼啊！而且我有帽子跟脚脚，还被剁死。哇！你刚刚血剩很少吗？嗯，有一半，但那暴击超痛，太痛了，好、哦。好。对啊，我刚刚我们刚刚玩了一下，说啊，好晕了，我晕了，杀、啊、了我吧，杀了我吧。直接放弃人生，这种怪怪的、欸哦。还好我死了，还好我死了。小雨，小雨为什么会死三次？哈哈哈哈哈！家园突然就毁坏了，打了两只蜜蜂，好快，好快啊！被拆家了，知道你在看吗？坏哥，坏！这里最后那一段好痛哦。对啊，我现在放电飞我，我直接飞下来，然后砍下去，嗯，怎么就死了？我想说，你想说应该还可以，我直接死，吓死了。对啊，直接爆炸，空中直接喷一堆你的物品。那个哈基尼把洋洋吓到了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他怎么受伤？怎么受伤？”我躺在树里面，我就跳到那个上面，就奇怪，这旁边好像有一个东西，应该不是人吧？然后就被砍死了。东西，东西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有个影子，你知道吗？影子，不是人嘛？哦，是东西。你要想想，在树上要小心啊！西瓜是长在树上的、啊，西瓜而且还带刺的，带刺的西瓜，好可怕！那有点像凤梨耶，全部都不是长在树上。哦，对，凤梨是长在树上，啊，榴莲，榴莲就是，直接被夹，哎，超强。好快速，跳针跳得好高，都打不到人物。会晕啊！会晕，会晕。玩到玩一下啊、哦，好晕哦啊啊！哦哦、不行不行，我哦不行了，我没杀死我吧，杀死我吧，杀我杀我！你很快就死了。我们刚才还在找东西，哎，是那个小雨，追追追追追！操，不是团团先冲过来的吗？我在旁边跟团团打，然后我还被团团打了一下，说不管不管，打小雨。重要的先打。团打。十三 D 直接被爆死。13D。哇，怎么跳不起来了？感觉好像没有跳一样。对，突然感觉突然好不能跳。好像有重力耶。真的。这个是跳的。从月球回到地球。从月球怎么样？怎么跳这么低呀、啊？这星球重力有点重，非常要不能跳、啊。跑东风，好多小雨。好啊，跳跳跳跳跳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是不是？重到跳不起来，重到所以是一格一格高也不能跳，对不对？就
就只能做半砖啊，做半砖或楼梯的。哇哦！所以建议不要下矿洞啊，会上不来。一开始就缩圈，然后你到时候被缩死。我家狗狗生气了。对啊，你家狗狗就生气了，气死，超气！汪汪汪！刚没走出来。如果下水的话，也有办法用半砖上来吗？下半游上来，下水好像可以游，可以游上来吧？游可以往上啊，不然就是坐船，然后放在陆地上，坐上去再下来。我是想到一个东西啦，嗯，那就完了。这样子，然后给每个人一下。想要怎样玩我们？想怎么玩我们？哎呦，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哎呦，想怎么玩啊？他自己都这样对我们了，好可怕啊！他自己是常常这样对别人。哎，就对对，对谁？对谁啊？隔壁的吗？隔壁那个吗？对。他一定是说音乐啦。哦，都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哦哦哦，我换了一个知识书。知识书是干嘛？飞行技能。飞行技能哦，那会摔哦。有给你用下去会有五秒的抗性啊。哦，危机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，然后再设定个多可以。他在空中还可以再用哎，他可以连用哎。你是创造吗？哦，创造关系哦。不然他用完了。我想说怎么你一直可以一直飞？你怎么用上去？强往前闪现，nice， 闪现过强，闪现过强。好，现在应该是会一直给输了。没哦，五秒之后两本而已啊！我没有哎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就一本。我这一本之后就没了。那是多久？嗯，哦，他讲他一个礼拜只能拿两本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明智是不是？零是不是偶数啊？零是不是偶数？我在打他。哎，这只蜜蜂屁股有粉了，哎。对啊。他采完花粉了。哎，三本，我觉得他是装饰的。我这一本，我有什么？我知道了什么了，一本都没有，给到别人去了。拿我输，哎，实名制，哎，都用我的 ID， 没有啊，没有，可以带领一个，可以带领一个，是不是？带领，还我，那还我啊，还我，这把卡不在我这哦，不会还的那一种，所以你是带领谁的啊？你是带领谁的啊？屁屁，那屁屁，好好笑啊！我的书嘞，没有一本书，你自己。我还是只有两本，太多了。啊，它不能叠，是不是？叠啦，它不能重叠啊，它不能叠，不能，它不能重叠。好了，我知道怎么用了。我的第最后一格，好，最后一格。你的第最后一格。哦，好满，太满了，我掉下去了。他应该不会一直秒给吧？会啊。可能秒给就不就是可以一直飞到天上？你要这样子也可以试试看啊。可是有就是就五秒摔伤。对啊，我已经飞到我四百多，摔下来之前我也在飞，我还在飞，我也在飞，我也在飞。哇！神仙打架喽！这样就不会死啊，就一直飞啊。最后一本书，上面的风景真好。哦哟，看到了，没办法哦，飞了飞了飞了。是飞太高了，飞低点。上面哦，上面的风景真的，那没办法，真的好高哦。五秒十秒给一次吗？五秒十秒给一次啊，对啊，因为它有抗性啊，所以永远都不会死啊。那我需要花个两三分钟盖一下。等你，我先慢慢往上飞。我已经往上边，这是哪里啊？已经看不到下面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了，不然我们这场先那个啦，先那个不能跳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下场。直线坠落！我在飞啊！为什么输不会飞了？你太快了吧！下来了，摔掉了，跟做梦一样，突然震了一下，醒了。梦醒，体育下摔，我是不是跌下床了？哦，好痛！好痛啊！不疼。我在梦里面找到厕所了，怎么办？尿尿，可以吗？可以跳？哎，可以耶！
欸，可以耶，还是可以，一格可以了，一格还可以跳，一格可以，两格就不行了。啊！哦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飘起来了，飘起来了，变太胖了，变太胖了，直接用飘飘起来了，我飘起来了，像连半砖飘起来，可以走啊！一三五这样子嘞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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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还是上去两百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两百就不行了，要用半砖了吧？哎，其实刚刚那个超缓可以啊，嗯，哦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半砖就可以直接走上去。OK， 好，这个。好，非常跳不起来咯。好，刚跳很开心，现在跳不起来咯。好，那一样，好不好？有25个随机物资箱，欢迎大家爬高，还有努力爬。25个人头吗？不用，25个人头。有金头颅，金头颅。他计算器可不可以关粒子效果啊？啊，好啊，对，等下会关粒子效果。舒服，舒服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样舒服哈，哇！嗯，随机分队，哈基长我很舒服啦。哎呀，这个今天在三个人的队，哎呀，啊，哎呦，没办法，谁叫你那么喜欢绿色？对啊，而且三个都绿的，天哪！哇，两次都一样。我怀疑他那个被动过手脚。强制在绿队是不是？好。少数的再留着吧，我们下去。嗯，少数的特权。难得我要自己主动。真的哎。自己主动。难得。哎咻哎咻哎咻。喂。有。哦。哦，天哪，不能跳，好痛苦。嗯嗯。感觉等下就很难做。我们等一下会像八七一样。要拿很多方块，对哈，完蛋了。啊！我刚吃东西的声音，跳高，我是听到吃东西的声音。来吃，这么饿吗？卡住了，谁这么饿？狂吃哎！我也是一直狂吃啊。啊，一开始那个吧，抗性吗？不是。啊，不能跳，上不去了，上不去。哎，没有树掉到最底下就直接死亡了哎！我叫队友救你啊！哎，酱油，走去对面。我过不去。这边呐，这边呐，这边呐。啊？啊什么？啊什么？来了。OK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做个半砖。哇，你又声音好大哦！等一下。不行，半砖也能跳。用走的嘞。一定要走上去，一定要走上去，它不能叠半砖。等一下，我不能用。